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尾场赛事二班1650的泥地啊，大热门暂时仲是五。好，一起步的时候啊，咁前面快就好多只啊，埋边赤兔猴王，中间知足常乐，保罗成全，外边智取神驹，最出众嘅只电信巴达，五只马比较快嘅，后一浸嘅马啦，内兰柏林探哥啦，中间桃花云同埋好好心得啊，再喺内兰位置黄三嗰匹咧，红帽就喜智宝啦，外边刀灵福星啊，再后边嘅三匹马超超比啦，尾依位置粉龙帽咧就系魅影烈飞啊，咁啊暂时殿后嗰匹马咧就加应全城嚟噶，好啦，跑对面直路啦，保罗成全就大嘅，外边。位置有呢只就电信巴打，第三位内兰就知足常乐啦，智取神驹就外边嘅第四啊，再见到第五位啊，埋边位置赤兔猴王出边好好心得啊，全部都一撇撇嘅，后边嗰节嘅马啦，刀灵福星啦，柏林探戈啦，再后边个五匹啦，超超比黄三喜智宝啊，尾三咧就魅影烈飞，尾二桃花云啊，暂时殿后都仲系嗰只嘉应全城嚟噶，好啦，咁啊过埋呢个八百米段处咯，前面放都仲系呢只保罗成全嘅，外边有电信巴。打拍住佢啦，第三位咧仲有知足常乐，智取神驹咧就攞咗出去第四，佢手慢喎，智取神驹，反而中间咧好好心得上啲，埋边赤兔猴王啊，最后啲先系喜智宝啦，红眼罩外边啊就系超超比啦，揈出去冲荡追嘅马咧，仲有只魅影烈飞噶，好啦，正在直路啦，前面电信巴打占先嘅，智足常乐咧就逐步追上嚟噶啦，再见到后多阵赤兔猴王啦，外边上刀灵福星啦，魅影烈飞啦，最出仲系只超超比啊，最后百零。知足常乐原来跑泥地咁犀利噶，将后边嘅对手转转掟甩，赢出呢场赛事，跑第二名魅影烈飞啊，刀灵福星第三、第四名埋边电信巴打，结果今场赛事呢只知足常乐咁啊转一转泥地，今日马房又开咗斋落埋班，今日又多只落班马赢啊，咁啊呢只知足常乐仲大胜翻嚟，魅影烈飞就第二、第三，刀灵福星第四名埋边。应该是电信巴打机会较高，咁啊出边做嘅只超超比红眼罩都冲得劲嘅。哇！一只美国三冠马王啊，美式法老个仔啊，知足常乐啊，跑泥地赢到咁远啊，十四倍啊，二号马梁家将食美虎啦，第二名五号嘅魅影烈飞啊，田泰安，咁啊十三号嘅刀灵福星巴道第三，第四名咧电信巴打咪仲顶到四号。一系唔赢，一系就起马马房罗富全起马啦，今日啊跑得翻，仲要真系真系嘅犀利啦，犀利甩晒。第四啊，电信巴打超超比又系咁咯，追上嚟又追唔切，成日都系咁。追一段咯。咁啊，梁家俊同罗富全啦，起个马啦。魅影烈飞啊，四平八稳啦，咁啊都攞翻第二啊。第一个弯嘅有少少意外嘅，再后咗啲咧嗰度，同只超超比有少少碰撞。
直路又要赚出嚟啦，攞位移出外面冲，外面好彩都有得冲。嗰度冇意外，我谂都追佢唔到啦。冇啦，弹开晒，真系劲到不得了。佢又喺前面咁啊，发力又甩开咗啦，已经。重磅人三个几马位，咁要出远征先得喎，咁呢啲系嘛？冇乜出路嚟地哦。系咯，你搞唔掂啊！原来开到啲饭咁犀利。睇下預計派彩啦，跑第一名就係二號啊，知足常樂，獨人派141元，位置派54元。跑第二名五號魅影烈飛，位置派19元。跑第三名13號都靈福星，位置派27.5元。連贏位二搭五派484.5元。二重彩二號五號順序派899元。三重彩二號五號13號順序派7350元。單天派1231元。位置 Q 二搭五派174元。二搭13派214.5元。五搭13派75元，跑第四名系四号啊，电信巴打。一起一孖就超前嗰个系统啦，已经。老夫说，好啦，骑师王预计赛果系骑师编号二号嘅布文啦，今日40分封王嘅。练马师王啊，系练马师编号14号嘅罗富全30分啊，后来居上封王啊，一号编号都系唔得，跑第二，系咯，跑第二都系唔得，一样分噶，系啊，不过罗富全系啊，两个 win， 唔算好噶啦，一号编号之前系赢都赢唔到噶，但系你今日出好多噶喎，系11只，系咯，有三个第二啦，一 win 三个第二。因为变咗姚本辉连马师绑到好鬼多第二而家，本来佢都九个第二噶咯。四连环预计派出二号、四号、五号、十三号派9847元。今日加多三个12个第二，好多得三场头马。四重彩预计派出啦，二号、五号、十三号、四号顺序派274544元。好啦，马上睇翻尾场嘅巡逻影片啊！好多马初跑离地嘅演出咧，都系麻麻地嘅。起步啦，三档嘅喜字宝咧出闸就比较慢啲啦。保罗成全就中档骑嘅，埋边就赤道猴王啦。另外头马咧知足常乐咧都系个对，出边就电信巴打。咁啊智取神驹咧跑到弯位咧就收慢咗啦。另外就中档好好心得翻嚟都系接近啦，跟住柏林探戈。外边灰马就系都灵福星啦，招招比就红眼罩白衫啦，尾三就桃花云，尾二魅影烈飞，包尾咧加应全程咧都冇乜特别啫。系啊，佢都系出闸慢咗啊，慢咗喺后边咁啊，冇咩睇啊，全程都。即系斗后劲咁，好多好后劲过你嘅马啦喺后边。前面保罗成全就慢慢走，慢慢走，咁都唔系好快噶啦。即系睇段速，不过走中段好似拉到好散噶嘛个马群啊。只只都摄到啊。系啊，咁啊摄好晒，跑好晒车啦。知足常乐啊，正啦嗰个位，因为一阵间连位都唔使揾啦，隔篱嗰只收停啊嘛，一阵间系咯，系嘛够晒松啊个位。喺智宝呢度硬开就少少俾佢呢个位啊，即系唔想走里边。美影烈飞仲后过佢嘅，美影烈飞冇办法咧，早段都落后啊，已经田泰安个可能闸箱出得唔系好好，佢都好落力噶啦，东尼福星啊，冲落去系咁上下啦，都系几只有泥地验证嘅马啦，同甚至电信巴打都系泥地即系上个名，反而啲赤兔猴王又嗰个位置都冇问题，但系冲落去冇乜走势，加速嚟麻麻地啊，佢啊超超比啊嗰啲都系啦。啲柏林探戈都系唔系好追啫，超超比成日都咁嘅草地嚟，你都系追到咁上下4.5之间。嗯。好啦，尾场都福榜完，不派彩作实啦。位置 Q 二搭五派174元，二搭13派214.5元，五搭13派75元。二重彩啦，二号、五号顺序派899元。四连环二号、四号、五号、十三号派9847元。
四重彩二号、五号、十三号、四号顺序派274,544元。孖宝派彩头关六号美军二号派1,144元，头关六号美军五号安慰奖派44.5元。第五号孖啲嘅头关一号、五号、六号美军二号、五号、十三号派14,578元。第二口三宝的头关是五号啦，次关六号，美军二号派4,516元，美军五号安慰奖派141元。六环彩派4,231元。今日六保獎咧，係派150,1,428元。騎師王最後賽果，騎師編號二號嘅布文以40分封王嘅。練馬師王最後賽果，練馬師編號14嘅盧富全咧以30分封王嘅。分段時間，頭段28秒17，第二段23秒22，第三段23秒22，末段23秒33，總時間1分37秒94，比標準時間快4.5秒。睇埋今日嘅十場頭馬資料啦，咁啊，騎師方面咧，咁啊就布文啦，贏一兩場，潘頓贏一兩場，咁啊梁家俊贏一兩場，咁啊幾位騎師都成績好嘅。咁啊練馬師方面啊，樂富全今日做咗練馬師王都開齋起咗馬添啊，咁啊其餘華倉幾個都唔錯，鄭俊偉啊、伍彭志啊，咁啊都有頭馬進將，鄭俊偉起馬添啊，咁啊。唞一唞啦，咁啊，應間咧好快啦，咁啊就係今晚粵陽轉播咧八場嘅海船門大賽啊，7:00有得睇噶啦。咁啊，今日直播時間都差唔多啦，咁啊嚟緊星期三嘅跑馬地嘅賽事啊，咁啊到時再同大家賽馬直擊，咁啊，拜拜。拜拜。